谨慎理财，快快发财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新闻，我是 Shana。 重量级的金控除权席登场，上周摩根士丹利、摩根大通、美林、瑞信及瑞银等五大外资大举买超金融股，推升金融指数大涨 1.7%， 收 1586.97 点，创1997年来24年新高。其中呢，美林重点买超新光金、中信金、台新金等超过千张，摩根士丹利则是买进了新光金、国泰金等。摩根士丹利呢分析，国际资金除息前卡位，到各金控配发股息，外资现金落袋，金融股呢渴望续涨。相关首选国泰金、元大金及中信金。投顾法人指出，七月中下旬，国泰金、富邦金、新光金等接力除权息，高殖利率有力上涨。由于股市筹码面有利，渴望推升资本部位大的寿险金控及证券股获利。分享这则新闻给大家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客新闻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